Like a No-Show， 我哋走去早啲送。 Yes， 我上個月 book 嘅 facial， 今晚終於可以做啦。咪哥喺我後邊啊。係啊。喂，我要一個最深層、最深層嘅起底，目標人物叫做何紅，包括佢屋企人、佢老婆、佢有冇小三、佢啲仔做咩嘅、同佢關係好唔好、佢住喺邊度。 最近做過咩玩過咩，同邊個最friend？仲有，連佢啲狗嘅名全部同佢起曬出嚟。今晚宵夜我嘅，食盡佢。喂，俾啲工作熱誠啊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Man 姐啊 ，Michael 叫你早啲翻屋企休息，唔好將啲病菌帶翻 office 啊！ Abby， 你喺度实习噶？嗯，系啊，你嚟探问噶？啊，原来 Hugo 个妈咪系精神病患者，父母喺精神病院都十几年啦 ，Hugo 冇乜亲戚，得佢哋两母子，父母一直都唔肯讲嘢，所以其实我都唔知佢认唔认得我。不过头先佢就一直拉住我只手，睇见佢真系好。其实越早医。 康复嘅机会更加大，我意思系佢精神病。咁感情有冇药医噶？其实你都好勇敢啦，你肯去面对。吓？Sorry 啊，嗰日我去诊室探个朋友嘅时候咧，我见到你，咁我见你咁赶，我就冇停低同你打招呼。个 Doctor Chan 都几多事。唔系啊，你唔好误会啊 ，Doctor Chan 乜都冇讲，佢唔会揭露病人嘅私隐，系我担心你冇去复诊咋。 食嗰啲抗抑郁药，成个人迟钝咗，好似与世隔绝咁，好唔舒服。我唔想啲药影响我嘅工作。咁你有冇其他症状啊？譬如手震啊、失眠啊、烦躁啊？你唔系我医生，我唔需要专业意见。负面嘅情绪系细菌，你埋喺个心越耐，越难解决噶。我知啊，面对佢解决佢，然后放低佢啊嘛，我通通都明啊。不过你唔肯去做啊嘛。我唔想再同你讲呢个话题。 Hugo 咪对你做过啲咩啊？佢咪 hurt 亲你啊！OK，我同你讲，我同佢冇嘢噶，只不过系一般男女合则来不合则去。我觉得唔开心，系因为我对呢份感情过分期待。当我发觉对方唔系咁谂嘅时候，我嘅价值观就变到最低。对方冇错噶，系我错，我唔应该送上门咁自讨没趣。我而家要做嘅嘢就系尽快离场。 多谢你关心，我知道自己发生咩事。我妈点啊？我帮佢 check 过 ，Auntie 啱啱做完手术。 系血压有啲低，不过 OK 嘅。上次见你仲系着住毕业袍，依家已经着紧医生袍。大个女啊，见唔见阿 Man 啊？佢啱啲走咗，呢抽锁死佢留低噶。佢好醒嘅，佢转头会翻嚟攞噶啦。以前个 Man 就会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讲，不过怕你唔够多事。哦，关于阿 Man 嘅，你讲啊。 其实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拎得起同放得低。喺法律上撞到人不顾而去，即系hit and run， 系犯法要坐监。同时间喺感情上，肇事后不顾而去，亦都死得人，后果仲好严重添。呢粒喉糖一定系你两个之间嘅密码。Man 同你讲过啲咩？ 佢乜都冇讲过，系我见到啫。阿 Man 最大嘅问题系佢净系识得怪自己。阿 Man 佢从来都唔使人担心，佢真系一个好到不得了嘅女仔。如果可以打我闹我，或者佢会觉得舒服啲。其实我咁对佢，佢仲嚟照顾我嘛？我唔系好人渣。
呢个系你两个之间嘅感情事，我相信阿 Man 都好需要一个句号。鎖匙啊！何鴻嗰邊幾時嚟啊？衰咗。啊，係啊！你聽日記得去揾主診醫生喎。陪咗我媽好耐，辛苦曬。唔辛苦。我眼瞓啦。你自便啦，走嗰時幫我閂門。謝謝。郑生，讲系边个接住啊？我话同小马合作份 proposal 啊！上个星期我已经 send 咗去小马度噶啦。边度？上嚟搵我食晏啊！我今日唔得闲啊。哦，唔系啊，今日同小马嘅 meeting， 阿爸叫我 sit in， 始终第一次同你外父合作，多个人多个意见啊嘛。我搵人 send 份 proposal 俾你睇先。喂，唔使啦，我睇咗啦。你睇咗？哦，都要做个功课噶嘛。我叫 Tony send 俾我嘅。咁点睇啊？OK 啊，個諗法夠創新，內容夠詳細，但係就唔係咁啱市場需要。始終一個概念係需要實際嘅技術配合嘅。咁你提出嗰個全面覆蓋中國網絡嘅 idea 咧，未必會 work。嗱，我係咁依收拾咗少少，你睇下。
二佬，你唔好怪當時啊！我都希望我經驗可以幫到你，你照收得噶啦。係咁，咦？成份嘢都冇一粒字係我嘅喎。二佬，你信我啦，我唔會點條黑路你行啊嘛。咁我都想你外父讚你噶。今次同小馬手機攜手進軍內地市場，我向大家隆重介紹全中國漫遊計劃。客户購買小馬手機，在遠博電訊上台就可以用360元的優惠價享用全中國漫遊，電話任打任上網，而且不受地區限制。我找了匯東銀行跟我們合作，用信用卡簽帳就有現金回贈。我還聯絡緊卡哇伊 baby 的經理人，他的劇最近在內地勁 hit， 找他做我們代言人就 fit 曬。爹哋，你點睇？不如咁啊，我哋聽下其他同事意見先啊。其實 Andy 佢真係好有創意嘅。嗱，點解我哋業內咧仲未有人敢做咧？就係因為喺中國好多地區仲未有發射站，所以喺技術層面係 support 唔到。而且卡威 baby 喺上個星期咧就俾警察拉咗，依家檢控佢藏毒。希望短期之內咧，我諗都冇人夠膽揾佢做呢個代言人。其實在 Andy 的基礎上面，我哋可以推出一卡多户的計劃。只要用小馬手機，再出一張遠博的電話卡，咁同一時間就可以使用內地和香港的電話號碼，吸引經常來往香港和內地的客户。咁至於 Kawaii Baby， 佢的而且確原本很 fit 呢個計劃嘅。咁既然用得的話，我哋可以考慮一下用 Pretty Baby 代替。佢呢一期的新電影在內地好收得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啦。咩话？阿爸一早订咗份 proposal 俾阿 Lu。老爷佢唔系咁满意，但又唔想落你面，所以就揾咗阿 Lu 搞，谂住叫你照住 sell。我都系咁招狮子嘅啫。咁即系算点啫？當我是普兒要我做快女啊！以前我仲做唔夠，咁我翻嚟為咩啫？我係經理啊，我唔係啲寬頻仔啊！我鬼知啲線鋪唔到去中國山區嘅，有時間我都睇業績報告啦，咁得閒睇啲八卦新聞。咩卡哇伊 baby、pretty baby， 我鬼知邊個吸毒啊！總之我 idea 就冇問題，問題而家科技根本 support 唔到我。早知係咁，我就一早同你拆掂佢先啦。我明嘅，你嫌我令你冇面啊嘛？算啦算啦。我哋唔好嘈啦 ，OK？ 當我唔啱啦，冇樓啦，我 book 咗台食 lunch 場 ，OK？ 唔好胃口啊！我今日做好多嘢做啊，你自己走先啦。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，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